呱呱呱。Hello， 青蛙哥哥，你的皮肤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因为我都喝小分子水呀，它让我变成碱性体质，所以身体才会是蓝色的。你也可以啊，你身体的颜色看起来就知道体质过酸，不然你跳下水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哇，这小分子水也太神奇了，连我的皮肤也变得好光滑水嫩了。看，变成蓝色身体了吧？早知道就不要花钱去医美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不养生，明天就去看医生。原来喝小分子水就能改善值，我想多喝一点。哇，俗话说，想要健康的身体，先从好水喝起，就要小分子，就要水。小分子水让你代谢快、顺畅、好窈窕。